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仙观》啊。我们的老师啊，那时候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肠胃科的老师啊，肠胃科的教授，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啊，你看一下这个我们那时候啊，影像上面要看胃或者是小肠啊，或者是大肠等等的一些状况的时候，要喝下那样的一个显影剂、背剂啊，然后去照 X 光。哎，照完以后，你就从那样的一个哎，这个好像哪里是不是有什么缺损的一个状况之下去判读，啊，他说这个你要会。第二个还要很重要就是什么？等那个外科医师啊，把这个病理啊，就是病灶切除以后，病理的一个状况你也要去看。这样的话，两相对照，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说，哎，你为什么看到这个缺损的地方，它的原来的一个长相到底是什么？这个两相对照之下，我们就能够更清楚的以后对你的判读上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忙。所以你看看内科医师不是只是看影像 X 光片而已啊，他还要看外科标本的，所以内外兼修啊，所以他的这个内功啊，武功就自然高强啊，所以任何学问都没有侥幸啊，脚踏实地啊非常重要啊。这个就是一个外科切下来的一个标本，一般外科切下来的一个标本看起来面目狰狞啊，有点恐怖的一个状况。请您猜一下这个病灶，不是猜一下，你想一下这个器官是什么器官，这个病灶是什么样的一个病理的一个诊断会是什么。这个如果您常看我们节目的话，大概这一题啊不怎么困难就可以答得出来啊，就是哎有问题啊，那有问题的地方在哪里？显然这里有问题的机会不太大，这里有问题的机会比较大。好，那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器官呢？那个器官原先的一个情形啊，绝对不是这样打开，所以到切下来以后，到病理科或者是在手术室的时候，外科医师会把那个切稍微把它弄开以后，结果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知道它这个病理的一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形，我们在跟病人的一个病状等等做一个很好结合的时候，这个病人给我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成长啊，就很能运用在下一个病人我们对他的一个照顾，让他更周全上面了，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好，很多东西都是要这样摊开来我们看得清楚，这也是摊开来，意思就是说本来这幅画这个是叫三联画，它是这样合在一起的，合在一起，所以表示看不到里面的情形啊。然后为什么要为什么不让人家看呢？最主要那个时候有时候为了携带的一个方便，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有机会去展示那一幅画，因为这个画画起来很贵的，所以那个经济成本很高的状况，某一些偏乡的地方啊，它有这个经济上面的差距的时候，好，没有问题，这个可以拿起来到那个地方，在祭坛上面再给它打开，在弥撒的时候让大家可以去感受得到那个绘画所要传递出来宗教的意涵呢。15世纪的画作，这个不知名的一个画家，但是基本上是常出现的，意思就是说这边是这个是圣母，那么这个天使报喜的那个状况啊，这是出资画这一幅画的人呢，他也跟着画在这个地方啊，这是另外一边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到底描绘的是什么？我们再把这边旁边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约瑟夫啊，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养父啊，就是玛利亚的先生的意思啊，圣母的先生的意思啊。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工匠，所以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现在我们现代人大概比较不容易看到，这是他表示他手艺非常精巧，那是捕鼠器啊。所以那个时代卫生环境更不好的状况之下，怎么透过那样的一个设计啊，能够让这些老鼠啊感染的一个机会啊下降，都是工匠他们会去做的事情啊。好，同样是画约瑟夫啊，拉图尔。这个这位法国的一位画家，17世纪的画家，请大家着重的，这里这个画的是约瑟夫没有错，这个有一个他用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往底下去，要去把它好像弄出一个固定，还或者是说要去把它打出一个洞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工具啊，在这个地方，其实它一定有它象征的一个意涵，我们待会再跟大家报告。在这里，这是小的耶稣基督啊，这小时候的耶稣基督啊，他在这个拉图尔的画作里面非常特别一点，就是他对光的那个厉害啊，
这个掌握度的厉害。你看烛光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可以好像是帮耶稣基督打上那样的光影，帮约瑟夫打上那样的一个光影，但是他又不会直视让你觉得很刺眼的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他这个底下用的那个木匠的一个工具啊，跟十字架，这个是基本上有它呼应的一个效果。同样是拉图尔的画作，刚刚烛光稍微去挡住，好，没有挡住，用镜子把它反射出来，它的效果呢？你看看，这是 有一位，这是抹大拉哦，在这个地方，然后镜子反射出那个烛光出来，但是同样这个烛光看起来很温和的那个感觉，同步的会把这个摩大拉的一个身影脸型啊，让大家看得更清楚，然后附近的一个东西看得更清楚。忏悔的摩大拉，这个是世俗的这个这些首饰珍宝啊，那其实跟这个头颅比较之下，就让大家了解，这都是过眼云烟了。再往底下的地方啊，它的地板上面，这里也可以看得到丢弃的这样的一个手势啊，所以表示这都是不重要的。好，所以刚刚烛光有稍微遮住的，有两个烛光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它也是遮住的烛光，但是同样的把这个主角的一个光啊打得非常好啊，这个是天使啊，天使在这个地方，这个也是约瑟夫。那约瑟夫在这里怎么会这样无精打采？那是做梦。这表示一个梦境的意思啊，梦境天使来告诉他一件事情啊，一些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对光的那样的一个厉害啊，哦，不管你用遮的或不遮的，或者遮很多或者遮很少的，同样的主题可以去让你去承受，呈现出那份的一个戏剧张力出来啊，所以是一个非常早期16世纪的灯光设计啊，就已经到达那样的一个这个出神入化的一个地步啊，医疗上面灯光啊，我们很需要。为什么？因为有些地方没有光，你看不到。譬如说胃镜啊，一个60岁的女性病人，她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胃不太舒服，那也说不上有些什么特殊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就是因为胃不舒服，然后再加上体重减轻啊，所以当然肠胃科就会给她安排做胃镜的检查。一进去啊，这个有光源，我们才可以看得到胃里面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妈一看就知道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胃癌啊。那么当然有做切片啊，那整个的一个面目狰狞啊，肿瘤面目狰狞的情形啊，让人家这个知道这个病情的一个严重度。然后这个做腹腔镜手术的时候，一进去一看，这其实腹腔里面的腹膜这也已经有转移啊，所以是一个相对第四期的一个胃癌啊。那这个就一般外科的医师啊，就会先跟他安排啊，这个是管子啊。这是有管子在这个地方啊，管子在这个地方，目的就是让他可以做化学治疗，还有免疫治疗。所以表示不是说胃癌，我们第一步就是开刀的意思啊。这个没办法，第一次就有办法开下来的一个状况下，透过化学治疗跟免疫治疗，大家可以看得到，经过大概6-7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呢，这个原来肿瘤的一个状况变得比较不是那么恐怖的那个情形的时候，切除变得比较可行的一个状况，再给他做切除。切除完以后，这个肿瘤原来的位置啊，也变得不是说那么样的恐怖。那附近的淋巴腺，肿瘤切除以后，有一些腹膜还有淋巴腺也都可以同步做切除，然后给他做温热治疗。就是化学治疗，让这个化学治疗穿透腹膜的一个能力比较好的状况，进一步的给他做这样的治疗，达到的一个效果也是非常好。所以这个是到底什么器官，跟刚刚那个很类似，就是胃癌。那么切除的那这个病灶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胃癌。所以胃癌它有凸出来一块，也有溃疡的这个情形啊，绝大多数都还是会有溃疡。不过临床上还是不管有没有症状，年龄到胃镜、大肠镜检查都非常重要。感谢收看，再会。